这铜锅挺耐人啊，这不太耐人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姐姐。今儿我跟小伙伴来到了天台路这边，带大家来打卡一家涮羊肉。高台街涮羊肉，锅底是12，甜蒜是3块，小料是3块。他家鲜羊肉片、冻羊肉片还有肥牛片都是36，那就来2份鲜羊肉片吧，再来1份牛百叶，牛百叶也是36，蔬菜拼盘20，来1份蔬菜拼盘，再来个牛骨髓，好嘞，牛骨髓是48，再来1份鲜虾滑，鲜虾滑是28，主食来俩烧饼，烧饼是1.5一个。它的铜锅里面有点葱姜，还有这干的小螃蟹，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的虾米。麻酱小料他家自己调的，麻酱、韭菜花呀、酱豆腐啊什么的。这是甜酸，也要根据自己口味加香菜，还有辣子，来点辣子，来点香菜，这不太耐人了吗？鲜切羊肉上来了，两盘，还有牛百叶，虾滑也上来了，刚刚手切鲜羊肉片，看一下。拌点麻酱小料，呵，吃起来又鲜又嫩。看一下，少蘸点，这麻酱小料有点咸了。天冷吃涮羊肉太美了，这麻酱小料稍微有点咸了，可以加一点水或者加一点汤。知道这是干嘛的？看这牛百叶，这可得快涮，涮久了就咬不动了。哎，这就行了。这不太耐人了吗？看一下，脆弹脆弹的，关键也没有鞋味儿。下点虾滑，看这虾滑，这虾滑还挺脆弹，看都耐人。海带丝，再下点冻豆腐，大白菜，这不太耐人了。爆糖酸。看这冻豆腐，烫着了。这冻豆腐慢点吃啊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大白菜太耐人了。再看这羊肉片，把羊肉片放里，再来两瓣糖酸，这不太耐人了吗？看这烧饼，这烧饼一般，你管它叫糖酸还是甜酸？好嘞，谢谢啊。牛百叶放里，羊肉片放里，这不太耐人了吗？甜酸放上，再来一半。他家这鲜切羊肉片，还有牛百叶，还有这虾滑，我觉得都挺好吃。看一下粉丝，里面还藏了一点羊肉片。刚想起来牛骨髓没上，刚问了一下师傅，给忘了。看一下牛骨髓，我还说呢，是不是少点嘛？看这牛骨髓，看这牛骨髓。这口感还挺根儿，滑滑的，有点弹。吃完了，这不太美了吗？挺好。我跟小伙伴一共消费了230，您呢觉得他家味道如何呢？如果您呢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留言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爱你哟，棒棒哒！